再说了，像我这样的主播，是不是遵纪守法，按时直播，绿色唱歌，像我这么好的主播，都于笑都来不及呢，还安排我？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？说不痛苦那是假的，毕竟我的心也是肉做的。开始我心里的彩虹就变成灰色，说不心酸那是假的。